荣安娘娘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特地把奴才叫过来，不会是看您梳妆吧？本宫查了一下你入宫以来的功绩和卷宗，发现了一件趣事。 掌印有兴趣听听吗？你入宫八载，头两年一直在九簇面局当差，寂寂无名。直到6年前，不知怎的你就突然转了性，你费尽了手段进用昭定司，渐渐的崭露头角，成为了最年轻的昭定司的掌印。这可是大业建朝以来的第一人。后来，本宫就在想，怎么一个人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，前后好似两个人。所以本宫就去查了一下带你入宫的老太监，以及曾经的街坊，他们跟我说，你有一个同胞的哥哥，跟你长得是极为的相似啊。只是6年前突然失踪了，于是我便想到了一个故事。校长也想听听吗？